样好看呐、啊，这样太阳变月亮。太阳变月亮，第一回又还了。哦哦，那我们这里只能看到日偏食啊。那是日偏，马上就日全食了。不是不是，有些地方它可以看到日环食。马上日全食，日全食，日。嗯，赶紧跑出来呗！亮的时候，搞不说亮不挡，我把墨镜都挡在那个镜头前面的，这样是比较清晰的。只要它出来，就能照进。啊，195年看一次。真的，195年看一次。毛线还不跑出来，这里有刚好有一坨云，它没有云的话，我就照进了。哎，我边上怎么还跑出来？看到没有？看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反光，这个叫像 UFO 的。看我这边上有跑出来一个，你看，反光，这么像的。这个更像，我感觉，哎，这是什么现象？你看，边上我能搞出来一个，你看，我摇动。啊，现在没了，好像是反光了，不是？毛线不出了，累死人了。拍得好清晰，你来看。你拍到了，我咋也没？你来看，哦，没有变大。又被人挡着了。在拍到了，还是那么小。这样多清晰，还在进人群，进人群了。完了，要进去了。对，我进去了。你看，给我点出来。我也能拍到了。我现在拍到了，看到没？那个人群一挡就拍到了。那。这个中间这个，哦，这花漂亮，这花漂亮，哦，有云，没有云的话那是漂亮的。不是没有人的话，必须要用墨镜。对，现在你看有点云最好了，挡雨，看到没？太阳、月亮一起拍。哇。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再过一个小时它会反过来，它这个弯月会反过来的。对，星星可以看得到。它可以看两次啊，偏食。不怕了，看到就行了呗。来来来。